我穿的是蓝条纹，但是我自己很喜欢比较偏宽条一点点，我觉得穿起来有一种知性的感觉，而且它的弹性非常的好。都会很怕说，我穿无袖的会不会很容易露到内衣腋下？但我跟你们说，这一件 S 号穿起来完全不会露，它完全是包覆的。这个我觉得到三十几度都可以直接单穿到外面，是不会热的，而且有种冰凉感。然后它这一件100的话呢，上面有点缩口的感觉，它蓝色非常的显白。对，它蓝色穿起来那个肤色亮三阶的感觉，它其实有一点小落肩的设计，通常很少那种就是无袖的，它会做这种小落肩，所以让你们可以修饰手臂，弹性非常的好，一样是做小落肩，这一次呢，它是做一个小冰丝针织，它不是挤肉的那种布料，所以呢，在身上冰冰丝丝滑滑的，我觉得非常的舒服。其实啊，我觉得它可以穿 L， 甚至可能可以再大一些些。然后呢，我觉得它长度很棒，平常你要上班想遮肚藏肉的人，你就放出来。整件呢、我觉得条件非常非常的。好，简单搭一个就是耳环啊，或者是牛仔裤啊，甚至这个颜色其实可以搭黑裤啊、纱裙啊，我觉得也都很好看的，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